当外套，也可以当上衣。对，它的扣子的话是做针的哦，是做针扣。所以你们如果平常里面想要搭个就是小礼服啊，或者是小洋装，其实这个当外套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如果想要显瘦，或者是想要穿起来有正式一点的感觉的话，我觉得黑色还蛮适合的。它是弹性的，但是 L 号就比较合一点。我觉得这一件是时髦的小相逢，因为有些小相逢老气。对，穿不好会老气，但这件的话它的条纹完全不会，它不像就是我们冬季看的那种上面有毛料那种。对，不是，对，其实小香风没什么好选择的，它通常就是一黑一白，它是走一个条纹式，这边全部都是假的口袋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它这个金扣跟它这个旁边的滚边哦，让整件小香风的上衣肩外罩衫我觉得诠释的非常好。这一次走一个比较条纹波浪纹的线条，但是穿起来你看一下手臂，虽然是白色它还是很瘦。你看呢，我拉半边它的弹力就这么大了，夹口也是很大。这个有个好处是它其实扣子定位点蛮里面的，所以呢胸部比较丰满的粉丝它比较不会有爆扣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件非常适合大家。那衣长它也是正常衣长哦，所以不会特别的长或是特别的短。